声音会不会太大声呢？现在是不是好一点？现在是不是好了一点？这不是，这是投影仪，就是因为今天在房间里面播，然后，我的放音乐的两个，一个 iPad 一个电脑都没有电了，然后我今天用投影仪来放音乐，然后所以可能这个光会有点刺眼，我尽量就是想把它换成一个就是纯色一点的背景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只有这个背景。给你的iPad 和电脑充个电。你帮我充下电吧。投影牌子是几米的？是几米吧？几米的投影仪。然后小杨今天他本来还刚才带猫去打针，他小杨刚才他带猫去打针，然后本来说他打完针的话，他打完针然后过来播了，但他还没有化妆。所以他今天不太想出镜，我在想等一下，要不然我在这里给他化个妆好。你过来，我现在给你化，老公，你过来。不行，和你形成。不是你，就是背后，你背对着就看不到你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我马上为你充上电。啊，好。因为今天就是有点不太想坐在外面了，因为外面那个凳子坐的有点痛，我就想我在卧室里播一下看怎么样。想要偶像包袱了，真的。他不画死尸也没有什么差，你们直接过来吧。好，等一下那个针到哦。等一下可能还得去取一下。他不会又可以送到门口吗？什么？送到门口啊？三人连麦啊，连一下吧。我叫一下，是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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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今天是在卧室里面播的，我今天就是有点懒了一下，然后结果你们的连麦就连过来了。今天来打一把四人，来教你玩一把四人的。可以，但是我刚开播哎，可以吧？就是听你刚开播，不然怎么打过的？老铁，看似我们两个单着，人家段岩青不是有男朋友吗？我没有，我跟你同在，我今天不让他出来。No, 别给我装，我可知道你有个两米的男朋友啊。装有这回事吗？不知道哎。行，那个行吧，你为了我的心理，给我装一会儿单身吧，可以。那我们怎么玩？我们是二打二还是二打二吧？可以啊。什么二打二啊？什么二打二？我们是二打二，我们是二打二还是自己打自己的？老铁，那咱们分摊吧，咱们一对选一个单班的，咱们一对选一个单班的，一对选一个单班，那我们俩选段岩青吧，那我可以选段岩青，你怎么回事？我要段岩青，我也要，不行，一会儿妹妹走了，脸上这个不是光，它是投影仪，它是妹妹走了，怎么办？我们要妹妹，没事，我们要妹妹，要妹妹吧，我们要妹妹，把她连回来，妹妹。我们要把它关了。妹妹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妹妹小张他不理你了。我们要妹妹。我们要你，我们要妹妹。我们还亲亲。老铁，咱们自己打自己的吧。不，我们要妹妹。我不想要你们两个了，怎么办？行，那自己打自己。到底怎么说？
都可以吧，都可以。听你们的吧。那行，那自己打自己的吧，自己打自己的吧。好好好，那一人说一个惩罚吧。输了干嘛？谁输了谁给我退个微信吧。谁赢了谁给我退个微信吧，我估计我会输。给我推个帅帅哥的微信可以吗？行行行，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那闭麦了。那我们呢？你们说吧。那个，这样吧，那个，如果那个我们赢了的话，你就那个扮演一个揽客的状态，这样一个场景。就是上课前的场景。不是，我说的是你们赢了，你们一人给我推个微信。啊！不要脸！啊！那我们就是说的话，就是我们就是跟人谈一把。可以啊！行行行，什么？说干什么？我是才艺，想才艺吧？可以，好。青青呢？啊，那我也这个吧。好，那我们就闭麦了。好好好，行，就闭麦了。开始了。好好好。有个妹妹的妹妹，那么就都闭喽。好，我们要不要出去播啊？我感觉有点紧张。今天偷了一下懒，然后结果这个三个人就连就是那个什么了，就是这么盛大的一个连麦。不用吗？就这样吧，真的吗？我就是我今天懒了一下，我想着我今天小播一下，然后我今天就是在卧室里就是懒一下，我就坐在我的床上，然后我还可以一边看着投影仪，我想着我等会播着，我都在放一个什么什么电影之类的，就是播起来比较舒服一点。结果今天就是上线就暴击，两个小时，我就想着要不然就是明天两个小时吧。今天我们就还是浅播一下，因为今天也是没有什么收拾嘛。今天老公去哪了？他在厕所。你好了吗，老公？你好了吗？没有，还在上厕所。窜稀了可能。我刚刚开播，我想着我本来想着我播两个小时，然后我就十点播吧。然后十点播，因为我就是播的不是要，就是因为我一般是在我之前是在我的那个客厅播的，然后客厅就是要弄那个餐桌上面的东西，就是要把上面的书收一下，然后在上面放上什么打光灯什么之类的。然后我今天觉得来不及了，我就说算了，我今天就在卧室里面播吧。然后我就拿了一个这个手电筒，我就想着我就今天浅播一下，然后我在想我再开一个投影仪。然后我今天播之前我就是想我就放拿个东西放音乐，然后我本来是拿了 iPad， 然后 iPad 没有电了，然后又拿了电脑，然后我电脑也没有电了，没办法，我就只能用这个投影仪放音乐。然后投影仪放音乐，刚才那个光就怪怪的，然后就等一下，然后我就想着要不然等一下出去播，然后结果我就是正准备动身，就是这个连麦就连来了。今天就是无效直播，我们就浅无效一下，我们明天再有效直播，好吧？真的，因为今天小杨送那个五藏去打疫苗，然后小次郎这几天就是他不是身上撒了那个花粉嘛，然后撒了这个花粉，他就是没办法，也不能把这个给他摘下来，然后就只能那个带着这个脖套，因为他就不害怕他舔到这个东西。然后反正最近就是我们家的猫都是比较容易生病，也比较难过。无效，那我今天我就播两个小时，我大不了等一下，我就在这里直播沉浸式观影，我想选个电影，就总能播到两个小时了吧，我今天，对吧？我就是，哎，刚好我投影仪就在我旁边，哎，我等一下就把它开，然后我就是今天就是一个沉浸式的观影，对吧？这可以到两个小时了吧？我太难了，我真的每次我就播不够两个小时，因为我觉得我做一个小时我的屁屁就很痛了，然后我就得去提一下缸。
然后就比较浪费时间。小杨在厕所，他刚才，他等一下过来，他等一下过来，嗯，等一下我跟他，等一下我们就沉浸式观影。等一下，我今天说什么我都要播够两个小时，我今天一定要有效直播一次，我今天一定要有效直播一次。对啊，大家就是大家记得久坐，就是坐久了一定要提一下纲，就是不然的话，这是这个后果，就是没有办法想象。我们众筹一下好吗？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血条，在我的左下角。我们还有40秒，我们还有40秒，我们浅筹一下，浅筹一下。谢谢林小六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浅众筹一下，浅众筹一下。真的，大家让我把投影仪关了，我现在都没有东西来放音乐，我现在搞得我也很尴尬。感觉我像是一个就是在那个演讲的时候冷场的一个人，而且我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视角好像我在上网课一样，就是我感觉我在上网课，就是跟他们画风不太一样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谢谢林小六的烟花，谢谢 Omiro， 谢谢 Omiro 的2022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早早的列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我们，谢谢我看不到这个礼物榜，谢谢小安妮，谢谢早早，谢谢林小六，谢谢小西，谢谢欧米尔，谢谢我的小精灵，谢谢摩托车后座，谢谢星星，谢谢西城，谢谢安娜宝宝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请开一下麦吧，大家的小谢谢掌心的掌心，那你再点个赞，还有谢谢大家的，因为掌心里的爱情可能是网卡了，然后才过来。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卡本卡，谢谢可可爱，谢谢大家的。啊，别谢，人都谢完了，你再谢。I'm so sorry。嗨。哎，我们那个表演什么才艺啊？啊，是谁？哦哦哦，对对对，那是我们，我们三个都要是吧？啊，我们三个表演才艺啊？不是不是，你赢了？哦哦哦哦哦，怎么活在活在自己输了的世界吗？那就是都可以，嗯。那好，那就从妹妹我先准备一下，从妹妹先来吧。嗯 ，No， 你先来。你分最少，你让我先来。那、不，大鱼要准备一下，那你给大鱼准备一下。那我唱一个。不是我输了，我说我输了，我说我输了是干嘛来着？推微信吗？不是。你输了唱歌，人家赢了，人家赢了。那我输了，我干嘛？你唱歌表演才艺嘛，跳个舞唱歌都可以。好，好，那我小蝴蝶唱首歌，放心吧，妹妹放在我身上。想听什么歌曲啊？今天单单唱首歌吧。你还不如跳舞呢。那我不想跳舞了，今天刚开，然后心情给我搞得这么差。那你自己来吧，唱啥都行，唱歌也行。行。你让人家说，你也没赢，你在这儿支支吾吾干嘛？唱一小段行吗？好，嗯。嗯，好。那，啊，我不会唱《分手快乐》，对不起大家。谁说的？不是吧？不，我要是会唱，我绝对唱。还把混响。假如把犯得起的错。能错的都错过，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。假如没把一切说破，那一场小风波将一笑带过，在感情面把自我要得过且过才好过，全都怪我沉默是沉默，该勇敢太棒，这不 no 太男性了，太男性了，老铁们 no。好听，哎，好好听，不会自己洒脱，让我们难过。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，假如重来过，
哭了，太难了，太难，老铁们闹，老铁们闹，一个人唱歌很孤独，太男性了，闹不唱了，特别好听，真的很好听，不唱了，真好听，很牛嘛，妹妹。那好，接下来请老嫂子表演。不了，刀把鱼了，第三都行都行。别听粤语，我们先，我们还是最后吧，因为哥哥唱完歌，可能大家直播间里就没有人了，咱们把一下喊起来。好吧，现在往那边推推。我们才艺展示完也没啥事。对，我们才艺完展示，我们也没啥。老铁们，霸鱼现在就是说蒙面王子，蒙面唱将，蒙面唱将。我给你们大家来一个香妃化蝶。香妃化蝶。老铁们，这是哪儿的破冷蛾子呀？快给他整死！老铁们，这是哪儿的破冷蛾子啊？天津大破冷蛾子。老铁们好尴尬，老铁们闹，老铁们闹，这破冷蛾子像个书包。老铁们，这破冷蛾子真的很像个书包哎。哎，我笑死了！老铁们，这谁家小女孩？快管一管吧！这一次我们没有，你这个舞我们直接跳过。让这样辛苦了，辛苦了，然后接下来那个大家该闭麦的闭麦了，哥哥要唱歌了。然后这边可以去喝个水，然后上厕所都行了。美女有那么多，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，而爱过后就不来找我，总说你很忙没空来陪我。好听的很多，我只是其中一个，万分难过，没什么，难道是醒的我不够热火。唱我想你想你想你，电话打给你，美女又在你怀里，我恨你恨你恨到心如月底，伤不起真的伤不起，我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算到放弃，良心有木有你的爱心都，我恨你恨你恨到彻底忘记。行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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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铁们唱得很好，老铁们唱得很好，我觉得跟我能有一拼呢，老铁们唱得很不错，老铁们唱得真的不错。哥哥一般我都不敢让他给我唱歌，因为就是要命，真的感情在的，感情到了，都是情感没有技巧是吧？对对，都是情感没有技巧。哎，最开始那句歌词是什么？刚开始的歌词是什么？我听一下。我刚想说一句话，你给我念一下刚开始的歌词。你的微信辣妹有那么多，不是你的微博。你的微博辣妹有那么多，不是你的四周，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，你就没想够就慌。不是，是不是有一句话什么偏偏看中了你？是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，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。我觉得 no， 老嫂子如果当时知道你唱歌这个样子，她绝对会再考虑一下。如果你当时见面先给你来首情歌，我爱你，她肯定会先考虑一下。行了，就这样吧。行了，结束吧，家人们，结束吧。好了，大家好，辛苦了，辛苦大家了，拜拜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唉，真的，你给我唱这个歌，真的是。我去叫一下他，我叫一下他，总感觉我今天这个光有点奇怪。等一下，老公你好了没有啊？啊，弄头发呢！哎呀，真的是成会了，成会了，挺好看的了，不要弄了，不要，你弄的现在就像那个，就像一休哥一样，老公。嗯，对，真好看一个。你喷了，你喷。嗯。别喷了，别喷了，你喷完晚上还得洗。我晚上洗一下，可以。
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差不多行了。差不多行了，老公。什么手？咋的了？我的手机都快没电了，你再不过去。Pad 充了一会儿，应该可以用了吧？嗯，差不多少？看一下。我给你抢换一个，我手机也得充一下。手机，把我的那个拔过来吧。好。嗯。哎呀，儿子。不行，老公，这个可以看到，这个镜子可以看到你。可以看到，但是也没事，看不清。哎呀，儿子，在卫生间坐着呢。哎呀，哎，他现在很小卫生间，因为卫生间有地暖，真的是很暖的。我给你拿一下那个。拿一下那个。嗯，我看我给你换什么，拿一个这个，然后拿一个。走了，等一下，还有那个，哪个？你的那个，就是你最爱的那个，这个。好了，别那个什么，别装模作样了。我把次郎抱过去，看一下，够，应该够了。来吧，宝贝儿。我要坐哪里啊？嗯，我要坐哪里啊？你就蹲在我面前，我给你拍。我跪在你面前。嗯。你要把这个往前一点吧。啊？它是玻璃，你都能看到，应该。你就是跪着，也可以。好。嗯，浅化一下。嗯，家人们，今天就是给小杨的美妆专场，就是没办法，就是他就是自己说不行，非让我给他浅化一下。这个往前一点吧，往前一点，我这个灯啊、哦、也可以往前一点吧、嗯、小心脚别撞到了哟。嗯，好，我先给你涂一点这个，一磅就够了。哦，先那个什么，遮一下，你过来，看不到他吧，应该是看不到。嗯，老婆真美。家人们，这个光这么暗，我觉得你遮不遮都没什么区别。我老婆在这刮大白呢，家人们，她把我的脸当成一面墙，就是随意操弄一下。你要看电影吗？一会儿，嗯，看吧。我今天就一定要播够两个小时。如果我播不够的话，我就那个。嗯，那你直接，咱就直接播到凌晨三四点。嗯，粗暴家人们，他给我弄和给他自己弄完全两种节奏，快中了，不一样。他给他自己弄又温，我们就是现在追求效率，又温柔又细腻，给我弄就跟那个没办法，这个光就这个氛围光一打，就是感觉你的脸都是无瑕的，就是、我就觉得画跟不画都没什么区别。哎呦，你个指甲划跟不画都没什么，你是不是给我划出一道口子？没有，就是很美，很美艳，很美艳。OK， 啊，快速画一下，然后下一步。天哪，家人。哎呦我天！三，嗯，那个笔呢？笔没了。用手吧，我再找一下。主要是怕和我老婆不般配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，
就是说，那根笔呢？嗯。那我们今天取消这一步吧，我用手给你画，哎、差不多其实。我们就说，就是其实用手画，其实就是有一种古像化妆的感觉，就是咱就是说、就是，一会儿直接给我画出来吧，就是古像化妆，给我、就是用手指代替那个，一会儿直接给我代替那个刷子，给我整成花旦出来，就是用手指代替刷子，就有一种，哎，画了，哎，又好像没画的一种感觉。我一会儿出来可以直，可能也许可以直接唱戏了。下一步就最后一步差不多。那日里到尔顿到玉马。红脸的关公战长沙，信了信了，别显摆了。还有什么？哒哒哒哒哒，白脸的曹操。我愿称为今天这个妆，黑脸的张飞。三分钟快手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嗯，涂润唇膏的可以。咱就是说画完了，扔唇膏给我了，我没有唇膏，就这个。嗯，咱下了。咱就是说画完了，放前放个歌。不洗手的搓一下就可以了，帮我拿张纸巾啊。好的。看电影吗？我们要等一下看。嗯、有几天没一起看电影了，有阵子没一起看电影了。嗯，放一个。好了，糊弄完了，他等他马上就过来了。看他充这一会儿充了多少呀？22。等一下就用那个画，等一下就是用那个投影仪放。Lushes and diamonds in the air machine. 确实是有点敷衍，咱就是说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不要这个光呀，不要这个光，有点暗了。啊、哦，不要它，其实也还挺好的。往前，我觉得你头发很怪，我觉得。嗯，我没弄头发。没弄。你刚刚不是在弄头发吗？就是没怎么弄完，你就让我来了。我看一下。就是今天有刘海，以前是没有刘海的。可以啊。以前是刘海比较少。My new addiction, wanna stop and make it so. 我感觉小次郎要往垃圾桶里面跳，不可以。过来。对，我们今天就是播的比较匆忙，然后等一下就看个电影吧。嗯，就是今天有效直播一把，就不能每一场都是无效直播，就不是很好。家人们，咱就是说，你把你的那个门帘弄一弄。门帘，嗯，挺好看，我觉得不要，没有必要搞。往后一点，哎呦我的天，你给我打成白无常了，黑白无常了，给我打成。我觉得你还不如，我觉得你还不如不画呢。你现在画起来显得有点怪怪的，说不上来哪里都是怪怪的，是吗？就是感觉可能真的太开了，会不会？头发吗？嗯，头发吗？对，还好吧，就这样呗。嗯，太阳这边还发吗？啊？是这样做的是蛮累的，等一下躺着吧。但是好像不能躺着播，我听说。太糊了，家人们，你们要去哪里再弄一下头发呀、啊？
我觉得头发还行。你去那个厕所弄一下。还行吧，头发还要弄吗？有点怪。嗯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我的头发需要再弄一下吗？你是指哪里怪？整个。整个。嗯，那就这样吧。我帮你弄一下。我看一下这个镜子。那就这样吧。我帮你弄一下。我看一下这个镜子。没有，刚才我们的东西到了，然后刚去取了一下。我们刚才的那个什么到了，然后刚去取了一下，就是我们那个我们给猫买的那个针到了，然后现在去取一下。对，我们刚给猫买的那个针到了，因为我们的猫现在不是要打针嘛，然后就是那个刚咬了一下，然后那个猫舍买的那个猫舍就帮我们从医院里面直接拿的那个针，然后他现在给我们送过来。对，周密君连我们。新年。嗨，帅哥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今天就是直播状况很多，今天。啊，对，我们刚刚被提醒了。啊，你们？哦，好吧，真的要注意，真的要注意。对，最近真的很怕。最近就是特别是东西放冰箱，收件嘛。稍等一下，我看个收件嘛。我刚刚那个快递到了。等我一下，等我。好，对面主播在这里。收件放冰箱，收件嘛，稍等一下，我看个收件嘛。我刚刚那个快递到了，等我一下，等我。好，对面主播在这里。怎么玩？都可以，你说吧。我今天就是，今天就是。今天在酒店。今天是在我的卧室，好吗？答案。哇。我的闺房。你们输了，你们叫明天来北京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明天来过，我等一下就得去做核酸了。如果说，连夜做，我连夜做核酸，我等一下我就跟你 PK 吧，我立刻就去那个门口那个医院。拿这个坐着吧，不是那套路，不要不要，没事，不要，我站着挺舒服。换一个吧，我们我可以明年一月底之前去北京，可以。明年一月底之前，明年的一月底，那就是、还有、就是马上了。好，那你说玩什么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就玩，我想想，主要我也不知道玩什么，我们就玩，我们要不要结尾说吧？行，可以，那这也挺刺激的。思考一下。那我们就这把吧，还是？好，可以，好嘞，好嘞，那我就闭麦喽。好嘞。放个黄色的光会不会好一点？但黄色的光好像显得我脸比较黄。谢谢单眼皮亚的保时捷，谢谢。我们还差两个人，等点点小心心。我们谢谢大家，好卡卡是因为我们家卧室里的 WiFi 信号不太好。老公，你 是把外面厕所的门给关了呀？我看一下。看一下。不对劲，老婆，不对，没关。你把那个 Plus 的那个 WiFi 再就是插紧一点。好的。然后记得那个药要放到冰箱里哦。放到了哟。我们再加成，家人们，我们浅加成一下，我们浅加成一下。我把 WiFi 重连一下，因为我们的 WiFi 就是，因为我卧室里的信号比较差，所以我买了一个
转中继器，然后你中继器有时候不太就是没有插稳的情况下，它就会网变得很慢啊、哦。不要光好看呀，真的吗？不要光会不会有点暗呀？谢谢大家的烟花，真的过年了，最近的礼物都是这种过年的特效。谢谢小同学的许愿瓶。不要光是冷白色，我们还关了吧。谢谢大家的加成，谢谢木哥的 disco， 谢谢点点滴滴的一窗心意。润唇膏在洗手间，让他帮我拿一下。谢谢大家，对，帮我拿一下润唇膏。坏了，老哥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小？润唇膏不是在你这儿吗？我没有啊，我润唇膏在我这儿，不好意思。小四郎，哎，怎么有个钥匙不见了？是不是我拿着呢？啊，你拿着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最近也没出门啊。对啊，你也没出门，没怎么出门。不知道。我看一下。你找一下。不会是被小次郎叼走了？有可能。换地方了，今天在卧室，就是卧室沉浸式直播。Stay with Carlo， 对。涂润唇膏不要嘴唇。好的，谢谢加油粉丝团，我们还有五秒钟，我们浅运筹帷幄一下，浅加成一下，还有两秒钟，还有一秒钟啊！怎么就是一百票？我打地上了，我们紫加团都打地上了，没事啊，谢谢大家，我谢谢哈，谢谢木哥，谢谢黄小婷，谢谢单眼皮，谢谢女儿小包袱，谢谢点点滴滴，谢谢小刘同学，谢谢欧米罗，谢谢涵涵，谢谢。零七，谢谢丫丫弟，谢谢大家。嗯，谢谢我老乡，谢谢玻璃心，谢谢黄毛丁，谢谢橘猫和 KO 啊，谢谢雪炫，还有乌西 DC， 很开心，也感谢大家。谢谢哥哥，谢谢。我觉得在卧室里，我们怎么烦啊？给人表演一下波及。明天来北京，不管明天就来北京，今天连夜去做核酸。好，那我下播了，我去做核酸了。嗯，好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嗯，让我想想啊。嗯。嗯。让小杨来跳个舞吧。小杨跳舞，小杨来跳舞吧。不会啊。浅跳一下。没事，我们都不会跳，我们都是浅跳一下。跳一下，跳一个那个，跳一个那个发射火箭的那个，啊，不是那个发射火箭，我想看那个来自，他应该都不知道。我想看小严就跳一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很 sexy 的舞蹈哦，很 sexy 是吗？对，就请你可以在旁边指导一下。也行，那就是你在我对面，你看着我跳。那他们也看不到我跳呀。那你站在那，哎，我看大家能看到那个玻璃里面应该有我的样子吧？可以看玻璃里面。看不到，哎，我想看到你站在屏幕上。呀，怎么一点都看不到人呢？怎么回事？看不到。那我就是反过来吧，你站那边，我把镜头转一下。算了，我在镜头面前跳吧。你在镜头面前怎么跳？你在这里吗？我舞动上肢行吗？哎，我动上肢啊，可以放个音乐吗之类的？我在这里跳，你跟着我。你给个视频，我来一下。你不是平时扭了挺会扭的吗？挺那个的吗？那只能留。不要再来给我装纯。只能留给你一个。你们俩夫妻讲话好直白哦。装纯。他每次就说。我换一下。你就放你那天那个扭的那个歌叫什么来着？你闭嘴吧，元哥。但没看到刚刚那不叫跳舞吗？那就是刚你就律动什么吗？元哥，证明还是有技术，不是没有直接声音。镜头面前就数，你很自豪吗？封印图了。你来吧，我学一下你。啊，或者那天你跳的那个 Merry Christmas 那个给我再来一个。这个吧。这是什么动作？可以，这个音乐开始躁动起来了。想洗澡。
怎么了？我怎么还没开始，怎么就没了？怎么？我啥都还没看。然后呢？你跟着我扭啊！你们俩在干嘛？这是那个什么水蛇舞是吗？像那个小蓝和小白两个人就是走在那个过道上。哎，收住收住，就这样吧，今天。好，有点我怎么什么都没看懂啊，怎么回事？这个就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，就是要那种若有若似有似无的那种，懂我的意思啊？对，刚开始像那个搓澡，对，搓澡搓完之后呢，开始就是那个小蓝和小白两个人在整那个舞上，就是那就是咱就是先表演一下那个新白娘子传现原形了吧。对，来雄黄酒前表演一下新表白样子传奇，刚才镜头面前就封住了，给我。哎，私下我可以感觉很不错，感觉我很爱你的这个一个新型的创作的舞蹈。对，下次就让他们表演那个小青和小白，他们就是现原形，就两个人交成的意思。嗯，怎么没有人了呢？远哥，你长点心吧，你没有，我说电影桥段里的片段，你给我长点心吧，你别给我搞疯了。说电影片段，好，就这样吧。好，今天就是到这里前，我们就是浅表演一下吧，我们下次再表演。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好辛苦。好那我就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去找个钥匙啊，这钥匙找不到我。想要找钥匙啊？这钥匙肯定是被小偷。昨天我出门了吗？我昨天没有出门，应该。那你去找吧。我上一次最后一次出门，你不就昨天才出的门吗？他又到垃圾桶里了。我看到他那个笔了，他把我那个笔扔到垃圾桶里了。我去拿一下。我们的门钥匙，我们的猫喜欢叼钥匙，我不知道你们的猫会不会这样，他就喜欢把我们家里的钥匙、还有项链，还有一些，就是还喜欢翻垃圾桶，然后他就喜欢乱叼，就是到处乱丢，然后所以我们家竟然会丢一些那种小东西。门的钥匙就是那个大门的钥匙，然后就是现在去找一下，不知道被他给丢哪里了。这只猫，他就很喜欢，就是家里就叼这种东西。罪魁祸首。好的好的，大家要睡觉就先去睡觉哦，我就放首别的歌。我瘦了，我觉得可能是今天打光的原因吧。平时在镜头前面，就是在我的面前会打一个那种环形灯，今天没有打光，所以今天可能会显得，因为我现实中就差不多这个样子。然后我现实中其实就是看起来是蛮营养不良的那种，就是上镜会显得胖一点啊。side 感叹号和 win win， 嗯，杰尼龟连我们连一下吧，应该很厉害。嗨 ，hello， 嗨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你今天怎么一个人？他去找钥匙了，我的钥匙被我们的猫不知道叼到哪里去了，他去找去了。哦，你别被猫吃掉了。哦，应该不会，他可能就是叼走，他喜欢叼到什么床底下之类的，他现在去找一下，嗯。啊，嗯，好，好，那我们今天怎么玩？要不，你们两个唱歌吗？嗯，我们唱歌都比较难听，或者表白，你们俩互相表白吧。好，可以，你们俩互相表个白。好，可以，行，好吗？好，嗯，那我们就都玩这个吧。嗯，好，行，那我们的过程还是闭麦喽。好啊好啊好。
真的，那只猫不知道，这只猫就我们家的猫就总容易出问题，就之前它病才好，然后现在就把那个钥匙给叼走了，我觉得它应该不会吃下去吧？你找到了吗？没有啊。它不会吃下去了吧？但它、啊、但不是最近都没把它放出来吗？外面就是五脏。我哎，刚才开手电筒上下面找了。嗯。最后一次我用是昨天，哎，我今天也进门了。嗯。门口不是有四把钥匙吗？现在是只有一把了，三把。谁在叫啊？不断在叫。做任务啊，他们不知道。武藏在叫，把他给你抱过去。抱过来吧，你别找了吧，等会儿再找吧，要不然。行，看这个绿茶样。嗯，等一下再找吧，你先过来吧。好。嗯。看他这个绿茶样。好，你往后一点，我给他们看一下猫咪。嗯，它可绿茶了，真的就可见了。但是肯定不是它叼的，它在要叼，可能是小它在它的房间里面，就是一直在那个哀嚎、嗯、烧叫。它真的，它每天晚上我们关到外面，它就会一直叫。我一开门，它、嗯、看到我进去，立马躲起来。它贱，你还想让我去把你抱出来？你还躲？我抱抱。你别老凶它，真的。挺乖的小猫，我的脸好像肿，因为我打了这个光，我把这个光摘掉就不肿，但是我这个因为我这个手上拿了一个在放音乐的一个，所以会显得比较肿。家人们，咱就是说不能惯这种绿茶小猫的毛病。拿你绿茶了，我的猫是很乖好吗？它每天跟我老婆讨恩宠。他就是觉得我就是有了他之后我就忽略了小次郎，然后他就觉得说就说五脏绿茶，气死我了。是这个很怪吗？这个灯很怪，可是我要放音乐的话，我必须得拿一个东西再放，如果不拿的话我的脸就会很暗。嗯，这次输了是什么惩罚？嗯，表白。嗯，表白。对。哎呦天，删了他一巴掌。不小心删的。光看脸觉得我很攻，有吗？我还觉得我可能就是脸上胶原蛋白就比较多，所以就看起来有点可能会有点婴儿肥吧。就是我老最近好，脸上的软骨是多一些，我就是相反。我把这个 iPad 放到这里会不会好一点？就应该没有像刚才那个样子了吧。我们还有55秒，我们浅加成一下吧，我们浅加成一下。谢谢鹿，谢谢用我们每天的悬屏。五脏怎么也秃了？他其实德文都是有点秃的，然后但是就是他们说他一岁之后会好一点，所以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就在等。我今天问医生，然后他就说，医生就说都是这个样子，他就说他就是一岁之后会好一点，然后我就在等。就有看他一岁之后如果不好的话，我就给他打一个那个促进毛囊生长的一个针，应该就是好一点。嗯，从后面翻过去白色的东西，那就是我们的猫。嗯，对，家人们，我们有两只猫，对，所以刚才翻过去的应该是我们的另一只猫。家人们说的对，就是说，家里有孩子就要一个唱黑脸，一个唱白脸。所以你是唱黑脸的那个。咱俩不一样，宝贝。对小次郎呢，我唱白脸；对武藏，我唱黑脸。你放屁！你就对我的猫很凶好吗？我们谢谢黄小婷，谢谢女儿小泡芙，谢谢鹿，谢谢 Daydream， 谢谢 Important， 谢谢随遇而安，谢谢愿我们每天都能过家，谢谢王一宝二师兄，谢谢大家。我们重拍什么来着？嗨 ，Hello， 我们是表白对吗？对。表白，等一下，关一下壳。是哪种表白？那种深情的还是？对，哪一种的表白？搞笑的那种，互相深情深情表白。嗯，那就那我把就是那我就是我按照我那个你这个太长了吧？就这一段吧。就是他过生日的时候，我给他写了一封情书，我按照里面的内容给他表白吧，行吗？嗯，好好好。嗯，这怎么气氛突然严肃起来了？
那咋，我给你放首歌，你缓解一下。行，整一首，整一首那个你说会让你流泪的那个。我找一下，等一下。来来，我就说，我就读其中的一小段啊。嗯。因为我也想不出来了。亲爱的宝贝，我错过了前二十年那个美好的少年，可我不想再错过今后的你了。而我更不想再让你去经历这个世间任何的不美好，就像你曾经说的那样，我们都是从来不会去过生日的人，生日对于我们而言只是一个与其他364天同样再平凡不过的日子，于任何人而言都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，可能唯一不同的便是在多年前的这天，一颗孤独的原子星向凡间坠落，成为了地球上数十亿个孤独的灵魂体之一。而多年后的今天，两颗孤独的原子星再次相遇，身后越过的轨迹共同画出一条精美的弧线，组成一个完满的圆。生命中的一切都因为对方的出现而变得明亮绚烂起来。我们会一起去将这个枯燥乏味的生活点缀成令人期许的浪漫，将许许多多的无意义变为有意义。我爱你，宝贝。嗯，我是不是也要跟他表白？好有文采啊。我是要给他表白吗？该你表达了。嗯，我都已经把这个格调，我想一下，弄到这种程度了，宝贝。嗯。爱你。嗯。可以了吗？可以。我们什么都看见了，你们后面的东西可以发光。拿下帘子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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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甜。嗯。拜拜拜拜，拉上了，咱就剩点才华了，家人们，啥也没有，就剩点才华了，可不得用才华，就是找补一下吗？我怎么觉得我今天有点糊啊？我今天这个。微亮晨光里，笑得很甜蜜。从前注视这世界，万般留恋，看着天边。要拉吗？但是其实如果平常我们不亲的话，应该也没必要。我拉一半吧，那一半留着也行吧。那你还不如都拉开呢。嗯。那你都拉开吧，我们不亲了。嗯，不搞那种危险动作。对，都拉上之后，感觉光线不是很好看。嗯。恨不得真假，不做挣扎，不去笑话。我们忍不住的，我们忍得住，只要不 PK， 我们就是忍得住。啊，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是不是还没有吃晚饭啊？对呀，我的天哪，那怎么办？但是我们吃了好多水果，要不要把水果拿过来，没地方放呀。嗯，放满了。家人们，就全靠一点点的，就是说一封情书来，就是招呼一下你这个发型，老公，我真的要带你去理发了，头发长了。嗯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嗯，点个外卖，点个外卖吧。嗯。点外卖到了，你要吃播吗？难道？嗯，边吃边播，然后我们看个电影。点个外卖，看。你看武藏在后面跟个大黑耗子似的，一闪而过在镜头里面。你把往这边坐一点。明天谁做饭？我觉得我到了冬天之后就很懒得做饭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我夏天的时候还经常会煲汤，然后但是冬天天气一冷了之后我就很懒，就不想开火。
然后我们都准备今天前点个外卖，就随便吃一吃吧。嗯，冬天，而且我冬天就是睡很久。我昨天几点睡的？反正我昨天是睡了差不多有12个小时吧。反正我就是冬天睡不醒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家人们，咱就是说，我今天起床我都惊了。我起床看个表，我今天起床的时候，他跟我说已经，他说让我起床。我说才几点啊？我说我现在不要起，我说等到1点的时候你再叫 我。然后他说已经2:40了。你说的是？对，就是说，我说我跟你原封不动的模仿一下，这个我记得特别深。嗯，我说宝贝起床了。嗯，他说几点了？我说2:40。他说。骗人。对，我说他骗人。我说，然后我就二话不说拿出手机来给他看，然后大家猜他说了一句什么。我说他把时间调了。你把时间给调了。对，我当时觉得我不可能睡到2点多。我觉得我就是再困我也不可能睡到3点钟才起床，然后我就觉得他肯定是调了时间，然后就让我早起。然后我就看了一眼我的手机，我看了一眼我自己的手机，发现真的是2:40了。我说嗯，好吧，为什么评论区有人问这种问题？什么问题啊？你们真的幸福吗？我们当然幸福。对啊，我们当然幸福啊。不幸福为什么要谈恋爱？而且我们自己幸福着就好了。对啊。想吃什么呀？我们感觉这个点都没有什么吃的了。我们应该上播之前点的。看一下，家人们，咱就是说我强迫症有点犯了，就是这个钥匙找不着，强迫症有点犯了。牛排、自酒窝，还有炒菜，我们出去吃吧。出去吃的话，只有烤肉在那个店。烧烤。那我们不是要播到12点吗？今天？那你先播吧。我想想吃什么。实在不行，我不太想吃烤肉，一会儿整点汤达人得了，煮点。啊，不要，不健康。看一下，吃个饺子，我也不太想吃饺子。上次点的这个炸串帮我吃，对，他做饭很难吃的，我都不让他做饭，一般都是我来做。海底捞啊，海底捞我不是很喜欢吃，他是蛮喜欢吃海底捞。我也不喜欢吃海底捞，我只喜欢吃海底捞两样东西。我不喜欢吃任何的火锅，其实一个是潮汕牛肉火锅，你挺喜欢。潮汕牛肉火锅就一般吧，就是如果必须要吃火锅的话，我选潮汕牛肉火锅。但是我就不喜欢吃火锅。家人们，我只喜欢海底捞里的两种东西，我看看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家人。嗯，一个是喝那个番茄汤，再一个是吃那个鸭掌，因为好多火锅就是什么四川的呀，好像都没有鸭掌。潮汕火锅也没有，那就那鸭掌特别筋道，吃起来我就是不喜欢，我就不喜欢，我就不喜欢吃火锅，我就感觉火锅就是吃的，就是感觉。算了吧，你在这儿一直挑也挑不出来。点一个有蔬菜的，要不然还是点那个吧，老巷子这个。嗯，外婆家还开吗？外婆家关了，而且我们中午吃的哦，中午是吃的面，我们今天中午。羊骨，算了。我看这个感觉还可以，应该就是那种大排档一类的，我们点这个吧。反正它都是这种，它这个有点像那种大排档那种烤肉，大排档那种羊杂包之类的，你想吃？我一般。嗯，还不如明天去吃那个铜锅羊肉呢。傅小姐在成都，傅小姐在成都是不是？家人们，强迫症的感觉谁懂啊？要不然就点汉堡吧，我们。可以啊。但杭州的 KFC 好像不是24小时营业。现在只有德克士可以吃。头疼啊，家人。韩式炸鸡，我也不是很喜欢吃韩式炸鸡，我觉得有点油。怎么现在的歌越发有点中年起来了？换一首，点这个海鲜砂锅粥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得给你点个场，但我看这个评价，我跟大家讲，点外卖一定要看评价，点要看那个到店评价，不能看他外卖评价。你要看他有实体店，然后就是要看他评价比较高的时候再点。
小技巧，点菜小技巧。寿司，我们这里半夜点不到寿司，点一个。等一会儿再点，要不也行。我饿，我有点饿了，点个煲仔饭。我给你拿点东西吃。不用，我不想吃那个。那我下楼给你买点东西吗？不用了，楼下我们也超市。楼下我们也只有超市。嗯，不用这点，我觉得这个挺好吃的。点一个白灼菜心，还挺想吃油淋生菜。都行，辣条吃吗？不要，吃辣条长痘了。想吃也不给，这么晚不能吃辣条。油淋生菜还光灼菜心。嗯，我对吃的选择困难症。那我就点油淋生菜了，算了，光灼菜心吧。然后再点个卤水豆腐。嗯，点一个。你吃猪脚饭吗？还想吃肠粉？肠粉，吃个肠粉啊。嗯，点个肠粉，鸡蛋肠粉。你还喝粥吗？排骨虾粥。他家鸡蛋肠粉，他家不就是卖粥的吗？嗯。但你不是不吃虾吗？点一个吧，一块喝。点个瘦肉肠粉。我估计这家瘦肉肠粉还是鸡蛋肠粉。我估计这家来了也会很难吃的。他反正配送快都行，瘦肉吧，行，看一下，差不多了。哎，家人们，我就没有干饭欲望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很饿。现在就是，如果说就是这一辈子不吃东西，我不会饿嗝屁的话，我就一顿我也不想吃。太饿了，家人，半夜太饿，点了没有？嗯，你都没有，啊、没动地址、啊，你干嘛？那你递给我，已经点完了。嗯。点完了，在这儿说。我们要不要看电影吧？嗯，我们看电影吧。可以啊，你想一个。我想要看什么？嗯，怎么长那么高？我也不知道你怎么长那么高的。Dream， 你怎么长那么高的 ？Dream， 基因。对。科学研究表明，人的身高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基因，家人们。然后是长高，但是运动也会有助于长高。他这个哦，他这个挡住了，音响调一下。嗯，他是因为这个挡在他前面吗？怎么现在？对，那个树干有一个挡。不行，他有个树杠，所以不行，对吗？对，我把它调一下，等一下。你往后一点可以。就往后一点可以，这样的。你下身穿了，穿短裤。我穿短裤了，没事。太靠后了。这样，这你们马上全这样子，我们全身直播了，家人们。这会不会有点太小了？可是，这不会被封吧？应该是独生吗？是独生呀。这应该不会被封。东北人很多都是独生子。哎，你的腿放下去，他们会看到的。好，自动对焦。不对啊，它这个屏幕还是歪的呀。自动梯形矫正。家人们不能看，这个腿只能我看，只能我摸。我这样摸大家看不到。
哎，你今天怎么了？直播前发作品了吗？发了呀。发的是那种纯欲的吗？就是你看的那个呀。那好，那就好。怎么了？你以为我发哪个？嗯，绝不能发那种不能轻易被别人看的。你等一下，我看看，是不是被限了这个？因为我这个做这个当时发的时候审核了半天，我认为它有点问题。网不太好呀。这个房子里它网哦，我连的是外面的网，你连的是外面的，我还挂了个那什么东西，你说的吗？嗯，可以啊。是的呀。嗯。挑个好电影。你想看什么？我不知道看什么了。我之前有一部想看的，叫什么？叫什么来着？不知道，不知道看什么。星际穿越。可以看那个吧。星际穿越他看过，我一直想看，但是我一直没看。嗯。你拿着我发电视。星际穿越的第二部。《肖申克的救赎》看过呀。遇见你之前 ，Me Before You 是吧？就是龙妈演那个，那个我们都看过，绿皮书也看过。你的名字，你的名字是东北的吗？啊，是日本的那个，那个动漫舞。哦，记错了 ，Sorry， 家人们，记错了。美丽心灵，美丽心灵是讲那个谁的吧，那个有点传记性质的那个。对，那你要把音乐停掉宝贝。好，那你关，把音乐关一下。完了，家人们，咱就是说，强迫症犯了，钥匙没找着呢。关死了。是从头开始的吗？嗯。嗯，从头开始的。我们怎么看？坐，就这么坐着看。那你想怎么看？你想那样，你转过去，那样不太舒服吧？对呀，要跳开。要不然把这个放在这儿。想想看啊，这是个问题，怎么看是一个问题。惊天魔盗团看过呀，一和二都看过。什么投影？几米的投影？大家可以通过我脸上的阴影看到。现在可以看我脸上的阴影，看到现在电视剧里的剧情。刚是不是有人连我们呀？刚才，刚才是不是谁连我们了？刚谁连的我们？
我们要不要把它连回去，然后再看电影？你连一下呗，连一下。是十九鱼吧？应该。先暂停一下吧，这个。看《星际穿越》又看一遍。我们今天我是今天十点整播的，应该，嗯。看啥呀？看《星际穿越》。等一下，先把跟他那个连的人连完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看电影，嗯。看到十二点。一起等外卖，我们的外卖还有多久到啊？我看一下。嗯。还有个二十点十四播的，20分钟啊，那我们就打完吧，打完等会儿再那个什么吧，等会儿等一下再看。跟你老公只能一起看迪迦奥特曼，真的？那你会陪他一起看迪迦奥特曼吗？那有个电影叫《摇滚芭比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讲德国的一个 transgender 的一个摇滚歌手。不是很想看那个。但我没有那个电影资源。我宁愿再看一遍《星际穿越》。嗯。把 iPad 给我，把那个音乐，对，我今天播两个小时，不知道怎么度过。你把笔粘上去。嗯。第一次见面的初印象，第一次见面就觉得他很高，然后我之前说过啊，之前直播的时候就说他很有贵族气质，感觉就是有种精英感，就不像是这个年纪的人。高情商精英感，不像是这个年纪的人。低情商长得真老。我可没说。现在的印象就是喜剧人，东北喜剧人，就是现在的印象。我要播到12:30才两个小时啊！天哪，那还是连一下吧。相当岁啊，你是21岁对吧？今年过了生日了。对。IG 现在播他不太能播，因为他最近年末查得很严，就是他这个 IG 这方面，然后就是最近就是不太能上 IG 播，如果能去播我也去播了。嗯，这歌叫 Feel It Still， 然后我就想着等到明年吧，明年开年之后等到风头缓一点我来去 IG 上面播。家人们这样吧，我们可以就是说这段时间吧，我们可以就是大家不是一直催50问吗？嗯，不如我们现在大家在评论区打问题，我们回答50个，可不可以？那我觉得还不如到时候拍成那个视频呢。嗯，
意思。嗯，现在问完到时候没有什么拍的了。主要是我现在好饿啊，我没吃饭好饿。我把水果给你拿来。嗯，等一下吧。等点。要不然我们先下播吧，明天再播两个小时。我太饿了，主要是我感觉我有点，咱哥俩整点，坚持不住了已经。哦，变成壁纸了，太饿了，我真的太饿了，我现在家人们，我就是感觉前胸贴后腹的那种饿。那我抱一抱。太饿了，就是我今天上播前我还想着我等一下要不要点个外卖，然后。就是我，因为我今天我们午饭吃的比较晚，我不是今天睡了一天嘛，然后完了之后，我觉得这首歌放了好像我要生孩子了一样。然后完了之后我就等一下，等一下下播了，我跟他说一下。然后完了之后我就想的是，那我就我今天浅播一下，然后我就等会再去吃饭。但是没办法，我就是这个说我今天要播两个小时，然后太饿了，我现在好饿好饿的。真的太饿了，主要是，如果我今天吃了饭的话，那我肯定就是铁铁播够两个小时。主要是今天真的太饿了，我就感觉我现在就是一个家人们，嗯，这个时候大家是不太会说话了，我来教大家，这个时候如何回答青宝的问题。就是青宝现在希望你们能给他们台阶下，就是说，哎呀，去吧去吧，快去吃饭去吧，饿了都饿坏了，快去吃吧，不用播两个小时了。太饿了，我今天，咱就是说，就是已经有点，能量已经消耗完了。哎呀，看还得收拾桌子。对。啊，我怎么欠了这么多要拍的东西啊？绝望，就是一个绝望。下播了，武藏在跑酷，家人们，拜拜，明天见。